像只是这样喂，也 OK 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这样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要怎么喂吗？要怎么？啊！不行，不好意思啊，不行哦，经纪人在这里，不行，不行。你不要开玩笑，你刚看他干嘛？我是不知道什么，但是他说不行。他说不行，你不知道我们要讲什么？太大了。感觉等一下一定要叫救护车。现场有没有饮料？现场有没有饮料？有，等一下发。谢谢你来我的生日会，希望你天天开心。谢谢，谢谢。哇，大家看到我们。